白鳗苗供不应求，目前市场上一尾价格120块，也正因为价格很高，让不少渔民卖力打捞白鳗苗。我们带你到台东的卑南溪口来瞧瞧。台东卑南溪口这几天越晚越热闹，渔民挑灯夜战，为的是打捞白鳗苗。现场的鹿公鹿30-40只，30-40只，我甲正安那个鹿10几只尔吧。渔民手拿三角网，走向一波波打上岸的浪花，才三两下功夫就捞进不少白鳗苗。而盘商也在现场向渔民收购。几？嗯。下个蛮大啊。五。哦。七。嗯。由于白鳗苗近年来数量锐减，市场需求量大，价格始终高居不下。目前一尾价格高达120元。曾有渔民一个晚上靠着捞白鳗苗，净赚上万元。年终将近，捞白鳗苗也成了渔民赚取年终奖金的大好机会。联合报由聪光台东报道。